大鸡腿儿。什么情况这是啊？你这里有鸡腿是鸡蛋的？这就自己整好的吃啊？啊？哎，放这儿，吃你得了呗就，这个我吃。那我吃了。你吃吧。现在就自己，好就往自己的碗里扒了。哇！那酸辣的味道很绝，够味是吧？嗯，够辣。吃啊！我等会儿。还怕我跟你抢吗？哇哦，不错呀。嗯。哎呀，汤也不喝。嗯，老铁们，酸辣粉，麻麻辣辣的，还有小陈醋味老正的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，23.9元给大家发6桶，好吃。哎，太美味了，都酸辣粉，带回去了。一会儿刷碗吗？刷完了，刷了。这老娘们可乐吃完。他可是我一吃，我跟你说啥也拿不着，汤也不能浪费，汤也不好喝。开灶，别让吃了，院长。嗯？哎呀，你干！一会儿回来我跟你说，啥也吃不着啊。哎呀，这味儿老盖了，酸辣麻，你长得这么好，真是。这冬天蒸的这玩意太盖了，哎呀，好吃！哎呀，太好吃！今天好就是酸辣粉，你不爱吃吗？爱吃的咱俩今天就吃酸辣粉，那确实不错。嗯，这小酸辣粉的味儿。咱煮坏了，你来，那个里边酸辣粉咱家还不存货呢，没了啊。你多备点，这马上过春节了，这大鱼料谁能整风吗？你就多备点这玩意儿，整个3500箱放了。我买多少够你那大鬼叉在那照顾啊？你轻点吃我酸辣粉吧。这好吃怕人吃啊？你多备点就完事儿了啊！谁能整这大鱼大肉？这吃法不错。
老李啊，酸辣粉现在酸辣粉能发货了，有喜欢吃的啊马上去囤点。这个酸辣粉啊麻麻辣辣的，因为小陈出门老正了，你们有喜欢吃酸辣粉的啊，这小味嘎嘎正，直接去拍去啊。是高配版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哎呦我的妈！高配版是我高配版，不懂吗？热乎热乎，这个这个丰盛啊！哎呀，啊，只有差劲儿，你就把那个黄桃取来。我不吃，真没有酱菜不行。我不吃那玩意儿，这吃谁拿？学这样的一天的，你说多厚实，你说这老爷们厚不厚实？好了，下了。再吃点酸辣粉，蒸点瓜皮儿，多好！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明天别吃我酸辣粉。老李们啊，酸辣粉23块有6桶啊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下单。酸辣粉啊，麻麻辣辣的，味儿贼正啊，味儿够啊，老铁，有喜欢吃的，有喜欢嗦粉的啊，直接去下单。红眼睛。那咋干了爷爷？冰箱里有饮料。哪有买饮料？我今天买的。你心这么好吗？还没喝饮料呢？你给我倒点出去。我不喝，谁喝谁倒。反正我不嫌了。我不能走了。